服，衣服的服。瞧，这里有一件衣服，这件衣服好奇特啊，一阵风吹过，衣服就随风摆动呢，所以这个字念服，衣服的服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服，衣服的服。红，红色的红。这里呀，有两条红色的丝带。小朋友，你想一想，还有什么是红色的呢？所以这个字念红，红色的红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红，红色的红。黄，黄色的黄。秋天到了，树叶都变黄了，一片片黄色的树叶从树上落下来了，所以这个字念黄，黄色的黄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黄，黄色的黄。黑，黑色的黑。小朋友，你瞧，燃烧的木炭是黑色的，土豆也被烧黑了，啊，都变成黑色的了。所以这个字念黑，黑色的黑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黑，黑色的黑。绿，绿色的绿，绿树的绿。哇，你看啊，这里有许多绿色的植物，有绿树、绿草。小朋友，你还见过哪些东西是绿色的呢？所以这个字念绿，绿色的绿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绿，绿色的绿。蓝，蓝色的蓝。小朋友，你看，大海里的水真蓝呀，海水看上去是蓝色的。你想想，还有什么是蓝色的？所以这个字念蓝，蓝色的蓝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蓝，蓝色的蓝。围，围栏的围。瞧，围栏里边有一匹小马正在吃草呢，小马被围栏围起来了，所以这个字念围，围栏的围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围，围栏的围。色，颜色的色。瞧，这根颜料能挤出很多的颜色呢，请你仔细看一看，都有哪些颜色？哦，有红色、蓝色、绿色，还有黄色，还有好多颜色呢。所以这个字念色，颜色的色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色，颜色的色。生，生长的生。小朋友，仙人掌是生长在沙漠里的，你瞧，这颗仙人掌开始生长出来了，它不断地生长生长，它的顶上还生出了一朵花呢，所以这个字念生，生长的生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生，生长的生。窗，窗户的窗。瞧，这是一扇窗户，一只小鸟飞来停在了窗户上，它好像在说，这扇窗户的玻璃真亮啊，所以这个字念窗，窗户的窗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窗，窗户的窗。未，未来的未。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想象一下未来的世界吧。未来会有这样的飞船，它可以带我们遨游太空，
你想象中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？所以这个字念未，未来的未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未，未来的未。袋，袋子的袋。瞧，这里有一个神奇袋子，你猜猜这个神奇的袋子里装的有什么呢？啊，袋子里装着许多许多的宝贝，所以这个字念袋，袋子的袋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袋，袋子的袋。偶，木偶的偶。小朋友你瞧，这就是一个小木偶，我们用手一拉，木偶就动了，小木偶还在笑呢，多有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字念偶，木偶的偶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偶，木偶的偶。爱，爱心的爱。有个阿姨很有爱心，她一直用手逗小宝宝玩，小宝宝边玩边笑，还说着，你太有爱心了，我也要把我的爱心送给你。所以这个字念爱，爱心的爱。小朋友，请跟我一起念爱，爱心的爱。